我这边阿峰在这里。好，那我跟谁去整理？阿福，阿福。哎，可以打开吗？周有钱，他的地，他内地。突然期望吗？原来耶，我要去处理。那边干嘛？明天比较空，我们再好好的玩。抖音，你加油哈！看你这个有相当的慧根。一定要，我要持续了，不能断。我已经大概16年没有在摸土了。大师。没什么大师。他灵修。你看他做的。没有，真的是。他可以念出这种天地舞，真的不简单。是不是也是？好像这叫天地舞，我都不知道。有天有地啊。这个我不知道，刚一直这样，所以是要敲的。用敲的，我这本来想要做花器，可是后来想说没有个杯子教材。我这个才刚，我什么作品都很有故事。哇，真的，而且看到孙总的作品，我还没有看过老师的。哦，你去他家看看。我一定要去。看他的作品。看到孙总的作品。我这个还是小 case。可以跟老师办年展了。哦，对不对？9月份大家一起展，其实每个人都是公益。在哪里？会在哪里？就会在我这边展，就在这边展，边展跟老师的一起。我们社区联展。哦，社区联展。对，我们要办蛮大的一个行销活动。那我们应该还没有。有啦，有。我们还要一段时间。反正我们会挑作品出来看。OK， 不限任何主题。不限主题，当然了，在农村的元素，没有所谓主题的问题。而且真的好棒啊！我觉得没有环境啊，改变这么多，然后就是很有生气，对，那我们。